现代小朋友十个内底就有两个体重相当的问题，脂肪肝各个会积的问题搁较严重。大城国小幼稚园为着要推广低碳素食，是特别利用游戏的方式，和小朋友食晒各种青菜，并且透过动手做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。小朋友伫老师的带领之下，食晒各种当季的蔬菜。大城国小幼稚园老师表示，现代小朋友因为饮食的偏差，不是过冬就是伤瘦，呈现两极化的发展，甚至有小朋友一到学校检查，就有脂肪肝也是高血脂的情况来发生。所以学校特别在寒假期间规划这项活动，让小朋友熟悉冬季的蔬菜，而且亲自动手做高丽菜饭。高丽菜饭的活动，那我们希望小孩子从小，我们在推饮食教育向下扎根，小朋友要喜欢吃蔬菜，要从他学习做烹饪开始，他爱上健康的食物。那冬季盛产的高丽菜啊，就是最好的食材。我们希望孩子在饮食中得到营养，也得到乐趣。所以让孩子知道，爱踢球就从吃健康当季的蔬菜开始。一天要吃几大类的食物？六大类。好，我们要吃最多的这一类叫做全谷根茎类，然后很重要的，我们今天在玩买菜，蔬菜类，还有呢，水果类，还有肉类。所以讲，维持有肉买菜价，都是甲咱讲人爱有真平均的营养，才会使有健康的身体。大成国小幼稚园透过游戏，和小朋友学习到各种蔬菜，让伊会使食的健康，活的快乐。新中华新闻，白明玲，中华采访报道。